烫头发是吧？嗯。你这头发什么时候修剪的？这么有层次。有两三个月了吧。把眼镜摘了吧。对，你眼镜有多少度啊？不是很重，就是有点热热的。你头发好碎呀、啊！就很碎。你是嫌它太多了才打这么高的层次？对，你扎起来很大一坨，然后就一直打不过，然后面我就觉得靠，是不是我太烫就说一下啊。嗯，好。